大家啊，在尽管打过很多剂的疫苗，那只要在今年一月一号以后没有再接种任何疫苗的，那我们都欢迎我们的民众来接受追加的一个疫苗，那希望把自己的抗体啊再提升到最高，那给自己最大的保护效果。那当然也重要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县内的我们的高龄的我们的长辈们。也一样要出来接种这个疫苗，也一样是给自己最大的保护效果。啊，我伫只呼吁吼，六岁以上吼，啊，今年啊正月初一甲今嘛拢总无接种这疫苗的吼，所谓乡亲时代吼，啊踊跃出来参加吼。那恁若看到讲咱每一乡镇通知什么时间、什么日子、伫什么地点吼要施打疫苗，请你踊跃参加吼。那如果是六个月以上到六岁以下哈，还有我们的长辈以及患有哈重大伤病哈的这些长辈或慢性病哈，比较有这个高风险的疑虑的哈，我们希望你到医疗院所来施打哈，啊，希望大家乡亲拢会当拥有出来施打疫苗哈。现在施打的是莫德纳次世代的疫苗，那每一个乡亲出来施打疫苗，我拢会送你这个收纳袋哈，啊，收纳袋里面有快筛剂，有口罩，要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踊跃施打。